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Viola， 很开心今天在这边和大家见面。今天呢，让我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Ferica。那 Ferica 呢是一个简单的 APP 的手机程式。那它的功能呢，其实就像是一张电子的会员卡。那只要呢在 Ferica 的合作商家消费，就可以用这个来 APP 经营。现在呢，我来跟大家介绍 Ferica 的经典如何使用。那只要呢使用了 Ferica 手机 APP 程式，在 Ferica 的合作商家消费呢，就可以赚取我们的经典哦。那累积到了一定的经典的数量呢，你就可以在各大合作商家得到不同的奖品哦。那如何得到经典呢？当你使用 Ferica 在消费的同时，除了得到经典外，你的 Facebook 的五位好朋友得到了银点哦。那银点呢，在一定的条件下，也可以在各大的合作商家得到奖品哦，不需要花费任何点。